树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宣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。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不是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信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，你是天主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与你们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呼出平安。平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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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安。童年时在你天主高扬，求你垂怜我们。童年时在你天主高扬，求你垂怜我们。童年时在你天主高扬，天主的羔羊，请看出面是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那么请你到我的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